东营来的白衣人，专程来找阁下比武。我跟你无仇无怨，为什么要比武？原来你们中原的武林人都是如此胆小怕死的。我不是想暗算你，我是想试试你的武功有没有资格跟我比武。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把他抬回去。两位就是日月双环。就是一剑镇神州的李清风吗？你不必多说了，如果你不想跟我比剑，那你就自毁成名兵器，并且自废武功。是跟你外公比武，不是杀人。你还说不是杀人，你简直是个恶魔。我不管你说我是什么，我一定要打赢你外公。
我就没办法能看到他最厉害的杀手绝招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不配死在我的剑下。